食人有数，面部特征下三白眼。下三白眼是一种相对比较常见的一种眼相啊，其人的眼睛瞳孔啊，它是偏上的啊，然后造成它的左右和下方啊都是露出眼白的啊，这种就是下三白眼。具有这种面部特征的人，主其人个性很强，不肯服输，富有野心，他要做什么必求达到目的，不惜一切手段啊，甚至是啊一些很过分的手段。这样人如果说为朋友的话啊，脾气大，但是也是非常重义气的一个人。但是如果说他遭到背叛的话，他的报复心也是非常重的。男性主其人离乡奔波劳碌，惊险重重，多靠自己。在35到40岁啊，行眼运的流年时，一定要注意意外的灾险，尤其是这个交通安全方面。女性的话啊，具有下三白眼，一定要注意防止难产、产恶方面。下三白眼人，他也能成就大事业啊，或者是具有大的名声，但是也要修身养性，不可狠毒啊，也要多积善修德。